次的总冠军战，有两次夺冠。哇，出现了四坏球保送，还在讲杨晓生啊，杨生很会获得 BB 男 BB 生，是不是要换投手啊？因为他不希望是碰到陈连宏还是麦哲再投。王建立哦，有一个记录，他是总冠军战哦，这是跨季了。上一次他们打是已经2003年了，连续八局总冠军战他没有被打任何的安打。那虽然他有保送，这是十月先生，兄弟相陈连宏的打击，这个球出手打成了长棒界外球。这个球还是打成了一垒界外区的飞球，阿基的 Roy 陈连宏，他在总冠军战是跨季连11场上垒了。这个球被判定是坏球了，变成两好两坏。总冠军战他9个打数只打了1支安打，但是获得5次的保送了。他已经是连续5场比赛啊，连5场，今天总冠军战。除了第一站没有保送之外啊，保送上垒率实在是高了，一垒跑就走了，这个球打成了擦棒界外，一垒的杨森提前起跑了，这球没有掌握好，对内角偏高的位置，对两队来讲都是只有今天没有明天。这一棒打到中外野方向的飞球，这个球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快过来的第二季的全垒打，同一师队4-0领先了。结果换了投手，结果还是挨了陈连宏一支重击啊，2分炮。大料爆了，但是还是飞了出去。黑色炮，可见这个力道有多强啊！换掉麦特就是避免，因为麦特上一次被陈连宏打过全垒打。就换了王进立，陈连宏这个球飙了出去，像是断了线的风筝脱缰的野马，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，2分全垒打，而且是一个顺风啊，所以这个球打得真的是太好，但球的位置也是比较靠中间的位置。刚刚我们这个球哦，哇，这个球安丢没了，肉卡啊，手长啊，这种失投到红中的位置了，完全没有机会了。哇！不过在5局的下半，统一师队陈连宏发炮，2分打点的全垒打，5局打完，统一师队4-0领先。